因为日本的朋友来了哈，因为这次不仅仅是各县市的对台南市非常关心哈，啊，台湾各界也都在出钱出力，那连日本安倍首相他们也派他们的官员来到台南市表示关怀。日本救难队走进救灾第一线，当初日本311大地震时，台湾热情提供协助，现在日方也派五位来自于日本官方及民间紧急救难单位的成员，有相当丰富的搜救经验。虽然面对镜头他们相当低调，不愿意接受采访，但在现场相当专注，代表日方尽一份心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